아니야, 아주 차이네.
这么多人呢，你好尴尬呢。终于回到大学了，好久好久没回来，自从参加创造营之前，快2年了。对，对面呢是我去吃过的餐厅，然后那边是我老去的小卖部。哎呀，好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紧张，怎么办？别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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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拍啊！不拍，都不拍，都不拍。先放弃。别拍了，别拍了。啊，这鸟本来就是这样，它不跑。对，之前那边有很多的花草。你非要拍，太尴尬。我要不要给我的同学发个信息？算了，太尴尬。那就是红楼，人平时上课啊排练的。我的剧场。啊，叫段君剧。我觉得他们最近好像有演出。欢迎新同学。我记得好像当时参加创造营的话，在那边发生什么？是粉丝，是。极光还是不知道谁弄的一个横幅，好像是说祝我比赛加油的，这里面也是好的我当年刚考那个叫三试，还是四试，还是三试，反正最终呢，复试就在这里。这边右边是一个小平台，对，这里面就是一个，也是一个一条剧场，对，三个剧场，这个剧场，两个剧场，看，大剧场其实会外包给一些话剧的那个团体，然后都过来。哦，你看创小周应该刚骂完，应该都创小周的小朋友。那边还有一个，哎，啊对，这边这个楼，看到三楼是我之前我们学表演的地方，我们老在那边上课，因为麦斯纳方法实验班是外国老师实验。对，我来喝点东西。好，收，好多人。我竟然我是大四的人了，真的是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是最大的。
관련 관련. 很高，很高，帅，帅。